这里山海交融，人文和美，这里汉墨飘香，文脉千年，这里城东起西，左右逢源，是一块张力与热力并存，希望升腾与梦想成真的一叶沃土。这里是阳江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向西延伸第一城，阳江全力构建机场加双高铁加高速路网加一吨大港的大交通格局，引领阳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西进门户、北部湾城市群东融支点、海南自贸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枢纽。阳江已完全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，到2024年将实现广州阳江一小时生活圈。阳江制造，中国制造，可在此直通全球。阳江是块富于改革精神的热土，主动对接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，山海呼应，效率为先，用5年时间从无到有，打造出全球产业链最完整、配套最齐全的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集群，让业界喊出世界风电看中国，中国风电看阳江。省委亲自擘画阳江改革蓝图，大力支持阳江建设国际风电城，给阳江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。阳江满怀信心，携手国内外企业，打造集资源开发、装备制造、研发创新、检测认证、运维管理，综合服务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体系。阳江是新能源大市，风、光、火、水、核、气、储多能齐发，绿色能源占比71%，2030年装机容量将突破3800万千瓦，形成阳江第二个千亿级产业绿色能源产业集群，为阳江铺就经济转型、产业转型的高质量发展新路。阳江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，推动阳江高新区加快创建国家高新区，发挥海上风电、合金材料两大省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作用，快速推动研发协同、技术迭代。其中合金材料产业不断自我突破，成功构建从冶炼到热冷轧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，年产值达2000亿元。阳江工业集聚发展经验日趋成熟，新型建材、五金刀剪、食品加工、精工纺织等百亿级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，国内10大调味品品牌半数落户阳江，年产量将超400万吨，中国调味品之都香飘四海，中国刀剪品牌齐聚阳江，世界刀剪之都未来可期。随着创新资源要素的加速聚集，阳江产业生态将不断升级，激光增材、电子信息、储能电池、硅产业等未来产业已在山海间布局。阳江充分释放广东土地开发空间最广阔的资源优势和潜力，适宜城镇建设的空间潜力规模超过290万亩，4个面积超万亩的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和1个环保产业园，总规划面积超120平方公里，是阳江坚持制造业当家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聚地。阳江大力开展营商环境提升攻坚行动，深化放管服改革，
在全省率先实现开办企业全流程半天内办结，在粤东西北地区率先推行深化一照多指改革，近1500项政务服务实现指尖通办，人才引进培养和工业发展同频共振，亲商富商氛围浓厚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实干家在这方热土安心创业茁壮成长。阳江是绿煤广东的代表，这里的海风温暖湿润，森林覆盖率达54.5%，优美生态孕育的墨阳味道，让你有10000个理由爱上阳江。阳江山水与文化交融，你能与千年的墨阳文脉对话，你能感受海上敦煌千年丝路的文化厚度，你能在四季海陵感受到开放自信的自己与中国。阳江欢迎一切创新创造者，这片土地是实干者通达未来的家园。